信誓旦旦就是六星是零污染的产业。东北人讲到什么？不再讲什么谈中污染的话，都笑。最后，台塑企业在宜兰扣关汇成，1991年到缴云林卖寮，开启了台塑石化王国的大业。王永庆先生说谈中污染会笑，根本不会有污染。那我们3年多的研究告诉你，这算不算污染？就是这个跟他当初的预测，那这两个人都在天上的，这两个悖论的人都过世。那我就去做另外一个研究了。刚刚讲